师傅，师傅，我刚接到传信说您会来找我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。这清静，朱一卫的暗哨也进不来。听说现在这片地归你了。对，我软硬兼施，把这里买下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这次您来是有什么吩咐吗？这是吴国使团的撤离路线，出你的三条，你帮着参详一下，看看哪一条更妥当。到时候还需要你手下的羽林卫配合。好。好，就选这条。这图你收着，到时候六道堂会通知你。好。可是师傅，这次你会和宁远舟一起离开吗？这跟你无关。你能不能别错？上一回，你就是在这儿抛下我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。师傅，娟儿已经长大了，你能不能再多等我几年？等我成了辅政大臣，我就把这世间所有最好的一切全都给你。我相信，你说的这一切都很不错。可是，你觉得？这世间最好的东西，我就一定会喜欢吗？可宁远舟给您的，你又一定喜欢吗？当然，因为他是宁远舟，他是我喜欢的人，所以舅儿，你也是如此。以后你若是遇到与你彼此喜欢的人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这世间最好的东西，那才是你的夙愿。可您就是我一生的夙愿啊。要是没有了你，我这些努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只是喜欢您，爱您，我有错吗？只是你以为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心，但我只是人如意。再哭我就杀了你，最多再哭一炷香，不然我杀了你。金明县主成婚的，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，你会有很多的家人，你怎么会是孤苦伶仃？哭够了吗？哭够了。而且我也想清楚了，你现在不爱我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我可以一直等。毕竟我比宁远舟年轻，比他痴情，还比他位高权重。只要你一觉得厌烦了宁远舟，亦或者是记起了我的好，无论天涯海角，只要您一招手，我都会来到你身边。师父。抖音。